综艺大哥大。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，你有钱做不到。哗啦啦啦啦，临时了，好多人脸上怕失去了笑。不奈何望着天，很担心发抖摇。看见天色不对，这缓缓雨在在跑。不要等雨打开腰，天地有多有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恭喜恭喜啊！恭喜！收视又冠军了！哎呦，没有过来恭喜啊！你今天不能恭喜了。好，现在情况非常的紧急啊！我们全台湾现在一个旱灾的这个状况里面，老天爷如果再不下雨的话，可能大家了都会情况会出问题啊！旱灾呢？哎，其实很多我们这个民生必需的物品啊，甚至于行业、机关、团体。弄爱鼠要罪有哪一些行业？洗头的，洗车跑美容院，洗车子的，游泳池啦，游泳池三温暖啦，你看这个水都是占很大的部分的。哎呀，不止这些，我跟你讲，哎，多少这个科技地区啊，嗯，像什么这个南科啦，哎，科学园区啊，科学园区啊。这些地方没水的时候，现在据我知道，有一些电子公司啊，每天买水就要花掉100万，而且呢，必须要花。这个要是不花，政府还要帮他们忙哦。嗯，这个如果说不帮他们的忙的话，直接影响未来几年以后我们科技工业的发展。哦，所以说你看，欠水有哪里啊严重？啊，那省水要从我们本身做起，而且要从日常生活里面去着手。我来讲，嗯，我现在洗澡啊，差不多。洗水那个靠谱吧？哦，8杯到10杯，我就全身洗干净。这个就是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训练的不错。哦，海军刘建队。但是恭喜在飞哥，你今天穿这组西装哦，哎呦，真正是哦，哪开玩笑？我跟你讲，哎，我别的不敢说，才华不是比人家赢很多。服装，看一看线上的主持人。谁的服装可以跟我来那么讲究啊？好像那个电梯小姐。不是啊，看起来，但是端庄啦。你讲，你讲到这个神水，我从现在开始啊，我拢假大咪。哎，你不能话题跳来跳去，拜托一下。我在这边已经端庄秀丽了，你又跳回原。你是很怕我会漏掉这一段的，莫名其妙。刚才讲了一半，从中间切进来了。散水，不是散水，神水，神水啦。啊，提供几个意见，嗯，大家来参考一下。车子啊，当然我们每个人车子的外观代表一个人的心情啊，嗯，心情哇，心情。你好像把车子一洗完以后，就会觉得那个车子跑得特别快，哎，对对对，而且开起来特别舒服，哎，感觉自己嘛就有地位啊，哎，对对对对。可是这个时候不是洗车的时候，其实车子呢，对，可以干洗啊，不是，漱口杯有没有？一杯要洗一部车子，一洗三，一洗脚踏车呀，不是，那都跟他挡风玻璃都无搞，无了，这就是要提功夫出来，哎，对不对？用海绵沾一下。哎，然后用间隔的，不要说整部车洗完，嗯，
然后最后出来一部看到有十字花纹的车子，对不对？好像一个草皮剪过的。哎呦，哦，本来洗完那个。还有什么意见没有？像生活上洗车，你这样讲，那我们洗澡也要看齐。怎么样呢？洗澡就洗重要部位。哎呦，局部洗身。哎，哎，您觉得您最重要的是哪一个部位？我是说比较会流汗的部位哦，然后毛巾挤干了，哎，剩下的部位，你们没有经过旱灾啊，你们会笑我。其实真的这样，其实，而且全家人洗一盆，你们以为就一个人洗一盆啊？没有水了，你们搞不清楚。全家人一起洗啊？那当然要按照家庭的排位顺序，家庭里面。谁先洗啊？爸爸吧。错了，那就搞错了吧？谁赚钱谁先洗。哎，爸爸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可能第最后一个，他都忙丢了。不啊。哎，那如果像要上厕所也是这样啊？哎，长幼有序嘛。爸爸抽水马桶的。对啊。哦，这个东西真的，起码哪边起啊，气味嫩。哎呀，真正。真正气味了。对啊，太浪费了。爸爸先进去，哎，然后妈妈进去。哦。然后姐姐哥哥，然后自己最后一个，然后孩子堆积堆积，然后那最后一个人还要卡不？上尾一个无卡完嘞，哎，会觉得哎，怎么有人在摸我屁股？会太高了，不，但是这个还是不能笑了。有这不能，假米啊，假大米，吃面哦，刚好接在一起，你就。你这样把这个话题接在一起的，真的听起来是恐怖啊！假崩卖配汤，吃饭不要配汤了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然后既然这样，洗头就不要润湿哦，千万不要再润湿，润湿要洗两遍嘛，对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小便兼阿灰，那你要站到你们家阳台去啊，那多难看啊，人家还是路人走，对呀，下面被阿灰哦。要不然，如果小便的问题的话，你可以小便先不冲，大便再冲。对，大便用小便冲。这要技术的，有时候。啊，你不要紧紧大杠哦。不过这个洗澡的时候，那不要说什么，那大部分人要等热水嘛。热水。单洗要注意啊。对，接冰汤来洗，前面先接。接起来那个先拿去洗米，哦，或者是洗菜。一般我们一转手啊，那边那都浪费掉了。浪费掉起码5公升热水才跑出来。那这样子，我们淋浴可以用一个大脸盆卡里来的，淋浴完了那个水还可以冲大便。哎，冲马桶比较好。冲马桶比较好。没有真的呢，哈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好棒哦。嗯。但是我们唱这个歌唱那么。阿婆落雨啊，唱歌。哎，就是我们要应景一下嘛，所以我们选的这首歌叫做《雨中集景》。雨中集景啊，上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祈雨啊，祈雨。希望我们陈总统带的政府官员希望下雨。没用啊，当啊是没有效啊。心诚则灵呐。哦。如果我们再唱几首，搞不好摄影棚都可以下雨了吧？哦。正经的呀。真正哦。来，唱一点有关雨的歌。安尼我来起音好啊。好好好好好。下面。我心肝的艰苦。哎呦，我拍吧，哎呦，感动啊！马上就有闪电的这个现象了。哎，再来一次啊！过去看嘛，过去，来过去，可能雨都会落。哎，亲戚啊，过来。哎哎，但是雨伞要准备一下，雨伞可能会下雨啊。哎。所以讲，那落雨天，咱都要准备爱加雨伞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准备啊！这个这个颜色真的好搭配。我这个这个颜色我较介意。我是要配我西装，我是要甲西装。啊，你又甲人咧计较啊？我是要含西装。衫位拢要做大啊！我叫一个。我这我红的配这衫，啊，佮地板，你看这地板。
我是头发嘛红。红诶，这个主持人他怎样？啊，你以后你们，你喜不喜欢？你那只给他好了，你不喜欢黄色的。对啊，因为我现在怕人家又说我很黄。最近女朋友跑掉，你给我绿的。你怎么飞机票好耍的对啊？啊，你个你写中情啊，我穿这样呢。穿假搞来你安尼。好了好了，你转。但是这次让你，下次选服装还是要我先选。好了好了，哦。相声，张飞、王品源、康康上台一鞠躬。我说康先生您好，最近天上不下雨，有什么感觉啊？不下得好。请问一下，您出门都带什么颜色的雨伞啊？红色。挂了，再。啊，这个颜色认识的，我的地板，哦，你这么牙齿机哈，含进了地板，跟那个布条，就是灰。哦，而且好心情真爽哈。哎，对嘞，就无这个灰的感觉啦。这是安尼，阿好，但是足久无看到雨啊，足欢喜的。哇，徛着阮个路上。求雨是不是会有效果啊？对不对？有。后摆就莫安尼甲人争，来抢红色的雨伞，甲迄个歌歌唱起来，来接麦。看姐姐社会，最好把雨伞带好。阿爸得了，对，这样回收起来哦。啊，这单多这米落雨哟。那不是落雨了，这是特效，把个节目看无诶。这水位对来呀。这个水等一下要回收起来，等下给你还要给你洗澡。好了，继续欣赏我们精彩的节目。熊仔出演台语智能训练班，同学情绪嗨到最高点，现场气氛枪枪棍，美女大厨来个大锅热炒，熏得张飞喘不过气啦。大师温金龙拉二胡，与辣妹摇头共舞，令人喷鼻血。
张飞与音乐鬼才郑敬怡各显神通，只为了抢上海姑娘夏一。夏一到底会选择谁嘞？而夏一这位班上的宝贝儿，她的台语今天有没有进步一点嘞？来过的同学就不用再唱班歌了，好吧？大家就不用害怕了。好，第一位唱班歌的是夏一小姐，请她出场。不是不唱了吗？你后面是叫什么？没奔出来喝狼球。那个呼狼球。呼狼球是一种篮球的。猴子的狂野，猴子的怂，综艺打个大，一次让你看个够。职能训练班，对嘛？自己录完，不要不要。班主任来了，班主任来了，起立。班主任好，班主任好，班主任好。干什么那么热啊？表示一定有问题，这加美音乐下得太早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同学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这不是王柏瑜小姐吗？越来越美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对。对啊，那个 BVD 是吧 ？BAD 啊，你们说说看，她美在什么地方？哦，又咪咪白啪啪，膝盖很大。哎，倒是男生呢，他的膝盖碎当当啊，膝盖也大忌啊，哎呦哎呦，膝盖也大忌。今天的台语我们就讲，膝盖也大忌，膝盖也大忌是什么大法呢？大忌，大忌。刚刚来说一下，大忌是什么？看到他，哦，够碎耶！哎呦，哎呦，哦。对对，是这个感觉。低锅乱卖老鼠。称赞的意思啊？就称赞的意思吗？就是称赞，就是说大忌。对，受不了，不错，就是说受不了的意思。很好。哦，你有高人导。好啊好啊，等你嘴了。那么来过的同学就不用再唱班歌了，好吧？大家就不用害怕了。好，第一位唱班歌的是夏一小姐，请她出场。不是不唱了吗？说不用唱了吗？怎么又要唱了？我是让你轻松一下，我知道你一定很紧张，对不对？您不说来过的不唱吗？我来过好几次了。有特例，哎哎，其他国家来的都没有问题，大陆来的每一次都唱。好麻烦了。不管你到我们台湾多久了，好，老师预备，去。只能算是救命。一句都没有听懂，只有第一句，哦，大家一起学台，你后面是讲什么？没奔出来喝狼球。啊？那个呼狼球。呼狼球是一种篮球吗？不是。不是啊。那个。你在看找谁啊？火狼球，哦，被人家笑了。什么东西火狼球呢？美奔出来。美奔出来，火狼球。
每盖出来，每盖出来，每盖出来，出来好浪球哇！新来尴尬金更小，这好像是好像是新来新哦，新来尴尬金更小，新来尴尬金更小，对啦，没有念错吧？对不对？没错没错，再来呢。然后是。今日哥来欧台语，对，今天来说台语，不错不错不错。然后希望恩通哥绕回，希望恩通哥老会，哥老会，念的都听不懂，哥老会，再念一遍，希望恩通汤汤汤汤汤哥绕回。哎，我还炖汤了，你看，不错不错，哦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，来啥？我有来过，哎啥？来过也一样，你有来过啊？这个是李家恩岛，哎呀，桃蒙国多姐，桃蒙国多姐，桃蒙国多姐。听得懂吗？什么税？国多贼。他摸税。国多税。国多贼。国多贼。你猜得出来的人100块钱。你可不可以用国语说一下你要说什么？你的头发有好多。哦，就是国贼了。国贼。哎呦，哦，国贼了。哎呦嘞，你的头毛哦国贼。嗯。哎，你说再从头来一次啊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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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桃蒙国多姐，怎么听起来好像广东话一样？对吧？不错，很好啊，你桃蒙五国姐，嗯，但是你要看情形讲哦，好，你不能碰到造船也是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桃蒙五国姐，啊，今天给我们也有一个 A B C D 对吧？哎有，来来来，听听讲，听听讲，好。来一个，你好，要从这里。水煮瓦咖伊，水煮瓦咖伊，瓦咖伊，你咖伊我爱水煮啊，瓦咖伊你到水煮，瓦咖伊那是水，瓦咖伊你到。国语怎么讲呢？我喜欢你的胡子。啊，那拿回去好了。我一共有两副嘴唇。哇，难怪很多。好了，现在看到这些乐器的，各位就是说，上个星期班上的资深同学唱了一首歌，叫《超美亚人给刚》。来，班主任，哎，我们今天就准备让你验收了，已经有成果了吗？有成果了，有成果。不能让我失望啊！就辛苦哎。其实我真的是怕别人的哦，一个音一个音的教他，结果他现在可以弹一首歌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One two test。哎，麦克风不用 test， 是 test 这个。来就位了。我们先来一个这个传统的演奏哦，还有分哦，哎，这个就厉害，给观众辨识一下，传统的啊。不要去锤，不要去锤啊，去锤影响到我的前途啊！我告诉你，他今天这个歌弹不出来啊，下一集音乐教室是没有他哦。所以你们要有团队的精神，可以可以。当然这里面也可以来音，除非你们真的要把它干掉，好不好？好来。
是不是不太想干了？康康没有出锤，你中间跑了几个音？因为我一直在，你知道我这个是求好心切啦，因为我一直在很害怕康康就出锤，所以我一直在眼睛一直看着他，你知道那种是求爱的心切。那再一次好不好？我就再也不管你了，好不好，康康？哎。不要再这样子了，要不然你就自己脱离团队哦。DVD 不能输给 BAD， 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改成一段 rock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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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尽量了，尽量啊，大家随意哈。还干杯了，来喽。要准备一下，好吧？哎，下礼拜乐器大家要调换一下。哎，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。谢谢。接下来嘛，我们很难得邀请到温金龙同学到我们节目。哇哦！飞哥，好久不见。哎啊，好久没听到你的琴声了。对啊，听听看。真的真的，好吧，给我们带来什么歌？卡门。这个东西可以演奏卡门呢。可以。这就厉害了啊！试试看，听听看什么味道。好，谢谢，掌声鼓励一下。
问题，对不对？你的情语很厉害啊，情语先向我问候一下，好好，先跟飞哥还有各位朋友问好呀。来来来来来，飞哥，飞哥，我听得出来，他是在骂你。不是啊，我也在三岁小孩子都听得懂。前面是讲飞哥，后面是心里的话不能讲出来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又丢档。不是，前面是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嘛。对，你这次的哎呀，大家好呀。一年半没来的，不能够随便问候飞哥啊。哦，我是温金龙。对。对，你不要对我说好了，你找一个女生好了。好，夏小姐，好，来来来，还有大陆来的，哦，请上来一下。我，夏夏就是娘，过来，过来，我们听懂了，过来，对，然后呢？上海人呢，不是。我说多少钱呢、啊？回去回去回去！哎，好的，专门来这种的，有没有？你们店里面有没有最漂亮的、最正？有有有有有，我只有找妈妈。有有有有有有。哎，妈妈赏，这妈妈赏呀，妈妈赏，人家叫你们。哎呦，要最漂亮，怎么会没有呢嘛？对不对？哎呦。我叫你呀。哎，安诺。对嘛，你这个不错。你说什么？不错。我怎样？不是，不是，一共 QK。哎，你听得出温金龙二胡琴语的玄机吗？广告后马上回来告诉你哦。去买一个五香乖乖吃啊。我叫你呀。哎，安娜。对嘛，你这个不错。你说什么？不错。我怎样？不是，不是，一共 QK。我不会那么低级，我是说游戏。哦，游戏。跟我一起游戏。哦，跟你一起游戏。那要不然就再去别的地方玩。慢，我也是，我动一点，我也是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来继续。可以干嘛？出招。出招。出招。还有四个字，我们除了游戏，还可以去山里面呢。这个就厉害了。再一次。麻将。打牌泡茶。简称。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这个都是雕虫小技啊。什么声音的有没有？敲门还是闹钟？对对对。鸡叫啊，鸟叫啊。对嘛？声音什么有没有？比如说鬼屋。干嘛看到我就鬼屋啊？鬼屋还有，门打开了，开门的声音，关门那种门的声音，对啊，哦，还有什么？还有，啊，救护车，不是，这是消防车，啊，消防车，还有。电话声，这是家里的电话，不过没有人接啊，没有关系，打他的手机。哎呦，好厉害！嘿，没有人接啊。喂，你是谁？哦，金龙哦，那你今天找我们干嘛？
考试啦，考试，考试，考试，今天烤肉，我不是考试啊，烤肉。奇怪，为什么每个人都会想到其他的字？对，我觉得烤肉。那去哪里烤肉？随便哦、喔，哎呦，这样子太随便，这样不太好啊。我这个女生哦、喔，就是有点矜持啊，不能随便跟你去。多少钱？又来了。好了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接下来介绍的是 BAB 啊，竟然干了 BAB。两位，飞哥好，飞哥好，终于今天终于看到本尊了。你们两个的动向我特别注意。真的吗？尤其是最近啊，要大家给他恭喜一下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得奖了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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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非常不容易啊，得到是最佳这个重唱组合。对对对，不敢当不敢当。跟你们角逐的有哪些人啊？像锦绣，哎呦，动力火车，哎呦，高山阿嬷，快快，这几组实力都很强啊。对，真的是。先赶快自我介绍一下，来，预备，请。三四笑眯眯，大家欢喜学台语，我的名。哎，这个好，不是我在讲。我有一点怀疑，像你们这个组合可以得到奖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唱歌的神态。我们不是唱台语。A B C D， 这样就可以得奖。没有，我刚才因为这个锦绣实在是输得太冤了。对啊。真的会这么紧张？会紧张。那么你们鹅肉学好了没有？好。咱看到飞哥是金光闪闪，又咪咪白泡泡。哎，为什么是刚跟王柏瑜是一样的？哎，你怎么反过来了？说我很 end 到说飞哥又咪咪白泡泡。对啊，这字讲不对。原来他刚刚把被我的词用在你的身上。太过分！我已经 end 到又咪咪北泡泡是我们这边哦，又咪咪北泡泡，我也算吧。我们一国，我们一国，你就完全忽略我的感受，因为你第二排嘛，你坐的比较后面嘛。好啦，两位给我们带来什么表演？我们一人有表演一个东西。好，对对。那我们 Ben 呢，就准备表演，就是说要模仿人家唱歌，这个就厉害了。模仿我们这边高手很多，要小心哦。对对，我要模仿的是唱庾澄庆的《情非得已》，然后里面会掺杂杜德伟的声音。哎呦，太棒了！掌声鼓励一下，来来听听看。好。伤心，哦哦哦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更大的勇气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也需要点为情报。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。接下来是 BAD 的 Danny， 那你给我们表演什么啦？因为一开始我是跳舞开始的，所以我会表演一些小小段的一些街舞。这个就厉害了，街舞好不好？是。来，音乐哦。
接下来嘛，到了我们这个王柏瑜小姐了啊、哦，坐蛮久了的，听说今天要表演一个好东西了。对啊。啊？我想呢，就说展现什么才艺哦，并不重要。嗯。那我觉得展现我的贤惠是最重要的。哎呦。希望今天可以顺便征婚。好、哦，哎呦。厉害了哦！你讲征婚，我们这边大家所有人真的哎，马上眼睛都亮起来了啊！好，大概要什么样的条件？成熟稳重，成熟稳重，然后幽默风趣，幽默风趣。然后你现在是来跟飞哥征婚呀？啊，你现在是来跟我征婚？现在是他在跟你求爱，他这个是在，对他讲的根本就是你嘛，就是我嘛。我有说吗？我有说名字吗？身体还是要跟健康为重啊。今天给我们看，你要征婚，我们也要看看你的手艺，对吧？哎，这是我第一个会做的菜，豆干炒肉丝。来来试试看。哎，火要不要先开阿红？火不是阿红，哎，白鱼。我的动作比较慢，因为很久没有炒，因为我家的厨房是开放式的，然后再加点酱。就是在马路上是吧？叫路边摊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油差不多热了。哎呦，你手，哎呦，哎，先炒。刚看他下锅就知道他很厉害，哎，有没有？这时候动作终于传出了一般的那种香味啊。一般，一般味，对，一般大部分人都会有这个味，比较虚伪的人就会讲，哎呦，好香。哦，请问一共要分几次啊？两次而已，再一次就好了，快好了，快好了。你们把大蒜、大椒，你们干什么？加下去。豆干是很吸油，所以油要多一点，好吃。哎呦，豆干是吸油的。哦，所以一个，太多了。那也不要加到半桶吧？我有看到，放点酱油，然后放一点。哎，妈妈说酱油放太多。妈妈说油放太多，酱油放太多。黄妈妈在后面一直摇头。我看这个状，飞哥小心，飞哥小心了。怎么会有一阵风从这里来？哇塞！哇，你真的要征婚吗？我看再过两年好了，哇，过两年，过两年，先让我尝一下。艾莎先开始，小心烫哦。怎么样？很辣吗？对啊，很辣，因为豆干要切很细才会嫩，肉一点都不硬。很棒，很棒，谢谢谢谢夏老师。嗯，它口味跟我很接近，真的。如果能再加一点糖就太好了。哦，没错，因为糖是提味的，然后我也不够味精的。有没有妈妈的口味？没有啊，好了，讲话也够真实。百货公司九楼有在卖锅子啊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是百货公司。酒楼卖锅子试炒的，好，掌声给我们啊！这个黄百鱼鼓励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到了我们 Aris， 哎，耶 ！Aris 加油 ！Aris 啊，飞哥好啊，你好你好，你好你好，那你现在要给我们带来表演好不好？哎，我被怕够，怕够，嗯，我甲你之前就有见面过。之前就有见过面，嗯，差不多几年以前的代志。我伫咧读册的时阵，我12岁的时阵，12岁就见过我。嘿，你伫咧做工课的时阵，我来摄影棚看你。真的吗？对，超喜欢。那看到我有对什么感觉呢？回去就买那个黑猩猩的相片贴，罗大佑孙杰，我来打鼓，怕够。打鼓。你要坐旁边啊？你不是要我坐旁边啊？麻烦了。好了，来了，飞哥飞哥真帅气，康康康康万人迷，品源品源有才气，综艺大哥得第一，得第一。我录的好，这是一种表演吗？这个琴声音很好听哦。哆咪发。哆咪发嗦，哎，看到没有？我们这就厉害，哎。怎么没有勒啊？怎么没有勒啊？
了，瑞来了，你就弹到那个瑞。我的酬劳呢？是我表演，是你表演，莫名其妙。好，也算通过了。OK 吗？好，很好。谢谢。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表演啊 ？And everything， 那个米西亚的。哎呦，现在最红的呢？嗯，是日本的呢。日本现在很红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他的歌叫做 Everything 啊。对。掌声鼓励鼓励，来哦。去买一个五香乖乖吃哈。无奈，痛儿拜拜，飘飘长风。哇，怕婆啊，怕婆啊，哦。你唱主音，我唱和音。时间有拖有跑。怎么得？哎，这个叫拖有跑。哦。胖胖向猴子求爱，下场很惨的。小姐，家里好可爱。哎哎。我觉得女生有时候要搞清楚，不要利用男生，哎呦，尤其是丑的男生。很好很好，紧张。耶、yeah. ！去买一个五香乖乖吃哈。你不错呢。不会，有 super star 的架势啊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好朋友啦。他说这个要说，他一看到你就说啊啊，师母师母。嗯，师母啊，师母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师的太太叫师母。师母。师母。最有希望变老师的太太的一个女人，知道没？
以前有一个金妍轩呐，跟你很像呢。真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不是有一点问题？你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你先回座，我帮你介绍一下。嗨，各位朋友，我们来欢迎郑敬一先生。安健师傅，阿姨，阿姨呀，来来来，师傅授予天齐呀，表示我们既然是师徒，就要有一段表演。哎呀呀呀，是不是？杨凡唱过吗？来来来 ，F F。不是我上回应，不是我，就是要让你知道，您付出还是你最优秀的，我永远只是在你旁边陪衬的角色。来来来，看到没有？我一上位你就好看了，有没有？长风游到天之外。再一个，不是，这个音乐的关键。乘着长风游到天之外。让这份爱让我白白。不是，师傅你忘了，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我无奈，痛了白白。知道了吗？要让他让得多看不出痕迹，不露痕迹，让他觉得他还是最好的。小孩子不懂事，搞不清。当然，我们不让你还是最优秀。我们张飞首创革命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您继续好了啊。我跟你讲，让我想起，不行了，老了哈。啊，一哥今天既然来了，我们刚刚表演了一下。什么点歌？哎，点一首歌。山顶的乌高香了。哦，他的这个歌唱的真是好听，来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鼓励。衣服来，三号吧，三号吧。山顶一个乌高香，你是无张的少爷。耶。透早起来真打拼，无张开啊挂开山听。连闽南的歌声，靠你歌声扬袂停。啊，我的歌声真好听，亲像牛车咧驶路驾。耶，啊有啊，听声看都无影，摇落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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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歌声有人缘投，有人听来，摇落来，摇来，摇来，摇来。阮的大心无够兄，自由自在真好命。小姐若是听我交三四日在地，我听中山同事改古琴家。不是，这个地方啊，好，好，我帮你拖一点时间嘛。好，这个很重要，对不对？节目我做的很长，很累啊，我帮你拖一点点。好，所以说停下来讲一下。好的。这个歌词很快，一般人都唱来不及。讲小姐若是听到伊的歌声，心魂四散对伊行。来，刚刚来，拖一点时间嘛，要表现一下。哎，阿冠来，来。
小只那是听到夜歌声，休息在第一惊，你唱看。小只那是听到夜歌声，休息在第一惊。听到歌声了。小只那是听到夜歌声，心魂四散第一惊。One two three four。小只那是听到。小只那。小只那是听到夜歌声，休息在第一惊。小姐那是听到夜歌声，心魂的第一惊啊，心魂细耍第一惊。心魂师傅，心魂细耍，不说别，给他们难看一下。你们两个真是，说从前的。小姐那是听到夜歌声，小姐那是听到夜歌声，心魂细耍第一惊。你看，你看唱的多好，师傅唱的多好。我不会唱。你唱好，你要配合比啊。哎，四个人唱。哎，我们可以跟他蒙一下嘛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小姐那是听到夜歌声，心魂细耍第一惊。我在土司加一股金枪。再下来这个不好意思，这个恐怕各位只能站着看了。啊，真的真的。嘞哟嘞哟，哟嘞嘞哩，哟嘞哟嘞，哟嘞嘞哩。音乐啦。嘞嘞哟嘞哟嘞哟，哟嘞嘞哩，哟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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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，哟嘞嘞哩。哦哎哎哎哦哎哦哎哦，哟嘞嘞哩，哟嘞哦哦哦哦哦哦哦。哎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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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跟我几年就会了，你看嘛。有来，有来，来有来有，来有来有，有来有来，有来来来有，有来有来有来，来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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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来有来。你唱主音，我唱和音。时间有够，我得，哎，记得聊天好了。好嘞，好嘞，我听不到我的声音。你唱主音，我唱和音。有嘞嘞，有嘞，有嘞。请到郑敬怡，他来探班被我拉上来，真是不好意思。能够酬劳的部分，我们就捐给孤儿，好不好？啊、真的吗？真的太伟大了。因为孤儿院比较有可能有我的小孩在那边嘛，他的票反而便宜啊。谢谢郑敬怡先生。谢谢。这个走的时候还是要拜别一下。哎呀呀呀！哎，你先把苦也立起来呀，我来拜个礼啊你。今天等很久了，夏一小姐，班主任想跟你合唱一首歌曲，怎么样？太荣幸了。那您看咱们学唱一首什么歌呀？那个《戏凤》嘛。来来，《戏凤》好。飞哥想和夏一来段《戏凤》，尝尝当风流皇帝的滋味，但偏偏有个郑敬怡和康康来搅局，这出戏该怎么给他演下去呢？他请我去吃麻辣锅，坚持他要付钱，他看不起我，这个就奇怪了。对，为什么坚持要付钱？对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，因为那时候康刚出道，然后我已经讲好说要请他了，那我又怕说他其实没有赚太多的钱，然后他的钱大部分都花在酒家，所以我当然要请。家住北京城，
二十岁还没有定过亲。哎，那你来做什么？我爱上酒家人，我进了酒家门。好啊，我哥哥不在家，今天不卖酒。哎，卖酒的风情好，你比酒更迷人。我们买酒做营生，不懂爱也不懂情。为什么你坐立难安睡不明？心中的天家住北京城。你说啥？哎，一哥不是说一哥说叫我出来，他教我。一哥说你演，你演大牛嘛？我演大牛啊，对，大牛是吧？对不对？你是演大牛。老师来来来，新大名叫牛，家住大牛。大牛是前面要唱要讲，那是怎么样呢？你说爱又弹琴。那你来演就好了。不行啦，他是戏控，角色分清楚。是，跳不要跳不要，过来过来，拍谁拍谁？师傅，你们 DJ 吗？不不不，没没没，是我有个建议。他一哥怎么可能带你那种？怎么可能？你这个是店小二的，一哥是什么层次啊？你搞我搞不清楚。哎，这个对了，来来，这还差不多。师傅你就当大牛就对了嘛。对对，早就应该这样。来来，这个拿着，请著名的真。两个蛮丢的，对，怎么两个皇帝？社会会乱掉，真的是。你是大牛，我大牛嘛，大牛。哎，你说爱有贪心，还真有词儿。真的是什么心？再要不安分，我送你进张飞的门。啊，不不不，进张衙门。谢谢小弟。哎，你怎么会对他唱？啊，你是站在他那一边，说什么好人心？好人心原来是假正经，人家的手帕被你哭得满天星。满天星假连城，皇帝提的是皇后绣的凤，我和你双双对对配龙凤，深宫赏愿度晨昏。哎，看看看看，给力啊，给力啊！你说爱有弹琴，春的是什么？大牛不是这句，刚刚他教的哦。一哥刚刚教你的，可是这个到第二段了，到底什么？这个哦，这个跟那蛮恩贵的，口白嘛，要好好把它演。口白嘛，跟别人可以开玩笑，跟师傅在一起，我们这个工会一块对不对？哎，这边应该对，这边到这个。你说有弹琴，你说爱有弹琴，不是不是，哎，你别打乱了。我一见你就讨厌，再见你更伤心。你要你要带他走，你要带他走，我就跟你算现金，我就跟你把命拼了。别以为美浓真伤好气人，掌声鼓励一下。三西九米里，大家一起学台语。哦嘿，哦耶！巨星登场。现在我们演艺圈。
圈呐、啊，哎，这个越来越热闹了啊，呈现很蓬勃的现象。这个尤其我回来体会很多啊，新旧潮流，也就是新生代跟我们这个中生代，或者我们的旧的文化的表演方式，冲击之下，也一个艺人想要有很突出、很杰出的表现，那越来越困难了。哎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。对啊，对。其实新人要出头蛮容易的，但是要持久。很难，要像飞哥能够红三十年就很困难，对不对？五花一哇，哇！干什么拳击啊？这整完，哇！拿过来。我今天介绍的这一位，那不同凡响了。哎呦，他可以说跨越很多种不同的领域，而且每一项的表演，他可以说都得心应手，都拥有非常杰出的这个表现。哎呀，不但做起主播来啊，主播个个称赞，哇，主播的大姐大就是他了。哎，你看很多歌手，就我不是说在讲，有些歌手是属于唱片歌手，可能到现场还有一点问题。对呀，但是他不一样，主播做得好，现场能够唱现场。而且他开过个人演唱会，反应都非常好，而且还出过书。哎呦，太棒了！真的，我打龙在搞啊。他的书也不简单，光是看名字就很奇怪。名字是什么？啊！哎，啊就是啊，哎啊就是啊，哎呦，又还有日本字，哎呦。这个我那时候在国外看到这个人就不得了了，今天到我们节目来了，还到现场了，一块来欢迎陶晶莹小姐。好久不见阿飞啊，非常想念。哎呦，桃子啊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我也是等你很久了。哎呦，尤其是非常想听到你的歌曲。真的，我以为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没啦没啦，我心态都保养到真好呢。真好真好，嘿。越来越生，所以开始明白。啊，佮唱了好听呢，这条歌。这条歌的歌词也很有意义，对不对？越来越有女人的味道，真的真的，凸显了女性的主张。但是你有想到无？你唱这条歌的时阵。靖国呢？靖国呢？靖国就是整个的意思。靖国安怎？政治语言。有小看侮辱着咱男性的自尊。敢有大家查甫拢安尼遮歹吗？对啊，你要安怎变？十个刚才有一个头好镜尔。差不多比例是这样。哎呦呀，真香啊！那不来吐回去那会使呢？要吐过来了吗？下面。对啊，来盖起来，盖起来。下面，下面，教一下，怎么接啊？我们要怎么接？来，再一次，下面预备。不是，下面不能这样，要下面，下面。是个女人就得傻，她的呆就得坏，还有一个没人爱，兄弟们站起来，就算天天雨雨打打，跟我来，不要爱，哪怕离开。是个女人长得傻，她的呆就得坏，还有一个没人爱，兄弟们我得站起来，就算天言言语打她，跟我来，不要爱，让她离开。
飞哥，你自己的恋爱经验是这样是不是？嗯，就是那种十个女人啊，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。其实还有一个没人爱。对啊，兄弟们站起来。这个叫男女大不同啊。哎呦，他的感觉跟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对，桃子啊。嗯。我其实是非常喜欢你的主张。好，谢谢。因为我啊，曾经有一段时间带孩子，带了差不多快要十年了。孩子都是你奶大的。差不多是这样。所以我常常已经觉得我人格是雌雄同体。哦，对。跟瓜牛一样，这种形容词只有桃子形容得出来，厉害，真的，瓜牛是雌雄同体，厉害，对，桃子观察入围了，嗯，那么最近都很好，我跟你讲，不是说只有喜欢你的主张啊，我喜欢就是有个性的女孩子，真的吗？很极端的，哦，要不然就是完全不要说话，就是老老实实的，嗯哼，闷着头干就好。对，我在新加坡待的时间比较长，哎，那个时候我才深深体会到观众到底是怎么样看一个艺人。哦，真的。你如果没有休息，不晓得。嗯。我崇拜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听说时间一到，马上你们父子俩就会被吸到电视机前面，所有事情都放下来。哎呦。吸住。哎。然后就整个心情就是，这个整个消息来自祖国的消息啊。哎呦，我在一些报道里面看到您所说的了，嗯，对，什么哎，你呢是，并不喜欢玩那个，就是唱谁到达终点就得到100万的游戏，嗯嗯嗯，而是说我的一生带我走到终点的时候，我能够给人类留下一些什么？对，桃子太棒了，鼓励一下，太好了，真的。虽然话这么说，我还是有在买乐透。100万还是很重要，谢谢飞哥的赞美，还是很重要。可见主张很强烈，但是也很落实踏实的一个。对，我有时候也是会见风转舵，见机行事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生目标很重要，就像飞哥哦，这次付出，让我们这些小辈又再看到你的风采。吴妈妈哦，真的是那个涕泗纵横，你知道吗？在家啊，他回来了，就差点要抱住电视机，很像老兵，有没有？其实我跟你讲。要你口讲话还会流口水，很大口，对不起，哎，拜托休息一点。哎，这不能用，出来的。刚才讲了那么多，所以我们人生呢，常常会绕太远的路。对，其实我们活在世界上就是为了孝顺嘛，孝顺除了孝顺以外，还别无他法，可以让人生觉得快乐。对，伯母真的很欣赏我。对，那我们还等什么？就是为了孝顺嘛，孝顺除了孝顺以外，还其别无他法，可以让人生觉得快乐。对，伯母真的很欣赏我。对，那我们还等什么？爸爸，真的，这样一声称呼，难怪你就没有那个法力啊，去骗到别人的钻表啊、汽车。我在报道上看到。哎，飞哥真的很恐怖，都有看我的书跟这个杂志专栏跟报道，对不对？对，哇，你都有在注意我。当然很注意。海岩，早说我给你签名海报啊。好，没有，因为真的哦，其实这个我就发现，在感情路上哦，我比较笨，就大家以为我很聪明，但事实上我就是，比如说可以谈到恋爱，但我就是没有办法从男人那边让他掏出来他的
钱呐、啊、钻表什么的，对，其他的可以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大女人主义太重。哦呦，他请我去吃麻辣锅，坚持他要付钱，他看不起我。这个是为什么坚持要付钱？对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，因为那时候刚刚出道，然后我已经讲好说要请他了，那我又怕说他其实没有赚太多的钱，然后他的钱大部分都花在酒家，所以我。但是我姜母鸭那边，我是真的很感激桃子，因为我刚出道就跟他这个同台嘛，然后他很照顾我们这些这个刚出道的人，虽然我年纪比他大，嗯，而且虽然他长得不是很好看，但他很冷的时候睡在那里，我还是要去帮他盖衣服。熊天平时就很倒霉哦，他帮你盖。往事不要再提，哎，你叫人家会生气，因为你刚刚真的还是有一段距离。熊天平没败了，好啦。你说的那个，我也有研究桃子哦。一个，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研究他？因为他是一个成功的一个范例哦。崩裂，不是啊，什么例子啊？例子啊，拍谁？我今嘛是椰子啊。椰子，我在进去讲上已经变椰子，但是今天忘了带出来啊。哎，什么范例嘞？那范例就是说，其实你对男生有几种看法？嗯。有一种就是说吊儿郎当的到他前面，吊儿郎当这种，他这种他是一定会顶他，对，一个该顶，太讨厌了，真的。第二种男人就是十句话还出不了一句笑话，对，你一定就糗他，对，对不对？嗯。第三种男人就是自以为自己口才很好，一直讲一直讲，你就会滔滔不绝吐槽他，对。那这样就没有什么男人可以选择了，对。我就是很讨厌看到男生就说，哎。怎么样啊？进来好吧。哦，哎，妥中康。对对，你先模仿一下妥中康。哎，哦，对，所以我喜欢的男生是很特别的，害羞，不太说话，可是却很有才华的男人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没错。哎，刚好都符合你说的条件。哦，但是啊，但观众叫的好，你们说是谁？啊，新郎新娘就位。一起恭，向家长一起恭，夫妻一起恭，送入洞房。不能破坏人家家庭，他是幸福美满的。十个男人七个。谢谢哦，又帮我打歌了。哎呦，喂喂，哇，水蛇腰，哇，你是水蛇腰香蕉腿，太厉害了。起码我们这团体里面好像有一个人能先词得典啊。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伦理，我们就觉得有胜利的感觉。这大概就是类型啦，不是说一定是黄品源这三个字这个名字。所以要重新考量一下，我们三个人，你要才好，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啊，幽默风趣。那你说说的毛病，我们可以改。我十句话就要讲出一句笑话。你没有，飞哥真的很好，我很好笑。我们表现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来一下，一号参选人。哎，姐妹。妹妹，我真爱你，看到你我就真欢喜，我的灵魂要来去啊，飞到你的心肝里。小妹妹，我想念你，请你唔通去别位。你若是无爱我，我连你就去死。好是哦，我要给你唱回去，老师。下了，还可以对唱。好哥哥，你那真爱我，我不知你去走去哪。哎呦，你叫我妈妈夹在船里，看伊是做一个头路车。我妈妈教我怕，叫我唔通甲你输啊。我若是甲你输啊，我连你着巴肚大。哎呦！哦，感谢感谢。我记得唱过了你呀。没有。原来这个歌就是有第二段。哎呦，没有一个女生有唱过。我登上冠军宝座，谢谢。素郎天鬼。处女唱。真的是处女唱。好感谢。女生能够马上把这个歌唱出来，不简单呢。而且你的眼力非常。
大字报那么远，他可以看得到，我真佩服你。字啦哈，字是这个要看大字报，但曲对不对？三分钟之内马上能学起来，那就是天才。你一定是常常感冒，对不对？感冒还要吃水。没错没错，我看一波，看到没有？我两句话他就一直笑成这样。我希望比较大。我们也是有啊。你也有吗？姐妹。小姐，家里红我爱。嗨嗨。先生，你来无买去死啊！快点快点快点，康哥，嚯，康哥康哥来。看到没有？那种自以为很屌的，到他前面你嘛是切割嘞，没有啦，因为哈，我觉得女生有时候要搞清楚，不要利用男生，哎呦，尤其是丑的男生。我是觉得，对了对了，哎，不要生气，我跟你讲，因为这种男生都特别好，他没有外表，他其他方面都会很强。嗯，那你不能因为就这样，就叫他戴着面具或关灯嘛，你知道吗？那。要给他一点机会的话，他会误以为你爱上他，所以我们不能利用他，就第一次见面就再见了，去死这样。这个真的很干脆，鼓励一下，真的真的。这样比较不会伤害到别人，你干脆一下子先给他，就是也不要贪小便宜。哎，这位啊，老公你谁能给啊？我来帮你伴奏。哦，好吧，真的吗？对对对。那问题是我来选歌，我要选很难的。英文歌哈，麻烦你今天哦，阿拜阿拜，我以前也是那个啦，洛琳老师来，阿拜啊，上起阿拜啊，立了，阿拜仔阿拜仔，好，阿拜仔啦，阿飘阿飘阿拜仔，哎，你真的会吗？你先说说看这个名字嘛，我们来帮他研究一下。我恨我自己，相爱你。台语歌，帮我去点。对啊，我像是故意耶，恨你不回头一块。哦，不是不是，翻作英文后就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。可不可以？哦，可以，这个我会啦，我会。哎呦，这首歌好厉害，很流行。Solo 变成是非常重要的，嗯，好吧，这个前奏帮我们提拔一下品味，好吧？好好表现啊！掌声鼓励一下，听听看啊。
哎，有没有床？我要躺一下。哇塞！演员他刚刚那个声音怎么唱到最后，本身的声音变吉他了，嗨痛，电吉他对不对？这个嗨痛，而且是 any key， 而且他任何一个 key 都可以，而且他那个阿多利布很好，也行啊。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流浪三人三兄弟三人组，真的吗？听说你现在在开始钻研贝斯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在学习贝斯。我们在等你哦。好，我们在等你哦。好，好，这是一定要的啦。好。桃子厉害，他是这个很前卫，但本土他也不放弃。那开玩笑。讲到这里的话，刚光是唱西洋歌曲，像没听过他唱。你有唱过台语歌？台语歌我会的真的不多呢。真的吗？刚刚那个好哥哥也是临时跟你学的。哦、对啊，也是临时学的。但是我小时候哦，其实我的志愿跟我的好朋友蓝心湄蛮像，他是想要当酒家女，因为他觉得好像卖酒比较好赚钱啦。但小孩子不可以学哦，阿姨有练过哈。然后这个还要练。然后呢，我是比较想当母鹿。母鹿啊？对。你会不会唱母鹿啊？会，我从小立定志向。气快卖了，来哦。母鹿啊，哎，咆哮最激烈。多谢是大班啦，介绍一下，跟传一下，我要喊伊跳舞，甲讲一下，讲一下。人客你稍等啦。哦，进来哦。桃子啊，嘿，这人客吼，这袂歹哦。真的吗？人客有钱有势，专门咧散人选酒甲汽车的。听啊！我使麻烦，唔免啥物华丽，我拢送啦。别惊啦。他有没有奇怪的性癖好呢？别。介绍一下，好，猛攻我有性癖好不？对呀，你可以看别人，看我这边来。一种个性癖好了。哦，你介绍来讲，啊，这段有要谈无啊？哦，来，跳起来要不稳了。哦，安尼哦，我你稍等下哈。哎，人客啊，我差不多啊。小姐啊，伊的介绍你应该大概知影嘛？啊，那这款呢啊，500块搁加一包槟榔啦。我要是用跳舞娘啊。蒙坦，来。好好啊！恁这款小姐也会使来上班。大块呀，好歹是，好不容易要拍夹嘛，你都看呀。
好不容易付出，你被我这样。拍谁拍谁拍谁？没啦，我刚刚是因为我这样跌下去的时候，我本身有受过训练。恭喜别败。就是不穿帮的跌倒方式是这样，要给他硬夹住。哦，不乖啦。对。我两个也要想象无诶，不能过啦。你看黄品源本来徛一边。哎，那讲到探戈，你两个拢未晓。我们给姜某姐两个，平原掌声鼓励一下哦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掌声鼓励鼓励。哎呦，怎么样？哎，谢谢谢谢。黄明，不错不错。感觉如何？感觉阿麦就变啊，还是。一首功告佳典，哎，好好好，下次好好再练一下，好不好？陶晶莹这个非常可爱，而且平易近人，谢谢，收放自如，而且主张很明显，嗯，我们非常欣赏你，谢谢。今天呢，我们也要谢谢飞哥来上我们的节目，好，会赞成这样吗？你看我们三个要访问你，会这样子吗？没有，哎呀，你呢？这一次这个出来这个。哎，打片对这一箱新的唱片呢，我相信一定是有很多很好听的，真的真的，主题叫青春，然后里面有很多好歌，像不再想念，顺子帮我写的曲 ，No Answer 我自己作词作曲，对对对，哦，天下第一腿，金华火腿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而且飞哥拍谁哦，我这张真的没有用电脑修过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所以很漂亮。那接下来还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哦？哦，接下来呢，这个就马上我们要播出陶晶莹最新的 music video， 请看。哦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各位观众朋友的支持，我们今天的节目你还喜欢吗？也非常感谢现场能能加上的同学们。下周六同一时间，不要忘了继续收看我们的综艺大哥啦！因为我们今天来就真的要拜师了，要拜师先啦，拜师喜爱尊比礼物，要送大哇，爱贵爱贵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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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不能，男儿膝下有黄金的，拜师呢，他拜这的话来，拜这，拜这拜这拜这郑云龙哦，你哪公阿伯阿西啊，我来拜了，让我给你扒这边，你看哦，扒你的左脸。先，咱先叫伊莫生气啊。嗯，无嘞，你都要把你的右脸提出来扒。真的，对。那示范一下。示范一下，示范一下。有人扒你的左脸的时候，吼，啊，你袂使人扒两下吼，伊啊，这边个人扒的。无，你若拄只细来无要紧，你若拄着大来像安尼，安尼扒嘞，好不好？你都一定爱安尼个扒住，安尼个扒住，安尼个扒住，来者。是那个乐队老师不好，他们就跟到我的 key 啊。佳美，你要找简单的地方。哦，对对对，好。佳美，副歌通常都比较简单。对，好。听，副歌。世界还未变，也太多情，悲戚到天明。玉芳，我送你三个字。哪三个字？活见鬼！